让这首把被曾经轮给打破，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事做的把握，能让你动心再自播放这首歌。我只是每天独自在家，不知跟谁说说话，所以决定问问陌生的你过得还好吗？你还在上学、读书或是毕业工作了？会不会跟我一样在外偶尔想想家？想问你今天早上吃了没？会不会好吃的让我馋嘴流口水？你有没有养小猫小狗在你家里住？尽管让人头疼，却又把你给守护。